中央气象署预报，今仔日有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20号到22号各地天气的明显转冷。该县政府邀请农渔民及早加强相关的防寒措施，避免农作物以及养殖的水产物受害，而且造成损失。蔬菜甲瓜果类部分，对于比较较无耐旱的蔬菜甲瓜果类作物，应该设置防风墙、防风挡、塑胶布，或者是选用稻草，或者是布织布直接覆盖。采瓜果的灌溉方式，以达到保温防寒效果。也未采收的瓜果，则是以土地处理，以免受到寒害。中央气象署预报，那本周二又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南下，那在周二到周三，那各地天气会比较寒冷。嘉义县政府呼吁我们沿海的养殖业者应该做好防寒的相关工作，那包括可以在我们渔温的北侧来搭设这方风棚，那另外在我们渔温的这一些越冬沟应该也要加强它的一些防寒或加热的工作。那同时那我们在海面上工作的这些渔民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这海象的情形。那通常在这个风面来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强劲的风，特别也要留意晨间或晚上到渔温做海上工作的时候的一个保暖工作。用一起业者请加强防寒措施，包括气温不变，搭起防风棚，加强活动到保温、防寒以及加温工作等等安全防范。另外，浅变色的蛤蟆养一池，混养的沙目鱼，必要的时阵规划尽早采捕，以减少航海损失。用特勤业加强天气的保温甲管理，设置挡风设施，随时注意宿舍的温湿度，保持通风的环境，并防范冷风的侵袭，以避免损失。新新闻就来行，该机关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